们做人要修心修道，一颗平静的心，把心放正了，一切安然自在。其实生活也很简单，就是要在当下修行。其实修行就是在生活当中，修行就是时时刻刻在你的生活当中。有时候生活的不如意，要自己随缘，要懂得用智慧来克服你的烦恼。